开地平安，国泰民安。第二产，神威显赫，荣耀地方。第三产，智慧台电，工程圆满。我们响应环保，所以有主典官三柱金香，其他的贵宾请双手合十一起祝祷，献献果。好，接下来请看左前方摄影机，彰化县政府给我三个赞，彰化县政府赞。好，右前方，右前方再一张。一二三，现在彰化新建第一座的我们的云端资料中心，那斥资有10亿，那也是有看出了台电智慧化的跟数位化的一个决心哦。那彰化本身就有得天独厚，有很好的一个风电、绿电的一个场域哦。那未来也可以预见得到，彰化绝对是个绿电的一个大县。那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能够呢，台电呢能够投资更多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训，让这个彰化的一个这个乡亲也能够呢透过绿电企业也好，我们乡亲也好，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这个生活品质哦。那特别是它这边的这个设施的地方，也是我们人本城区的一个这个范围。也要谢谢他们配合我们现有政策往后移了5公尺哦，这样我们未来整个的一个社区也会更加的一个重要哦。在彰化打造第一座的无人机的公司哦，是因为在彰化地区有最多的这个台电在这边做的，未来的数位转型。智慧电网都需要云端资料的运算，所以选择台电选择台的彰化这一座的资料中心呢，是希望利用100%的绿能。也因为彰化县政府大力建设，彰化县长大力支持绿能建设，希望在共同努力之下，把云端资料中心能够发挥到最大。未来这个资料中心完成之后，当然会是一个台湾最重要的绿能基地，希望能够实施建设。对地方的发展，对人才的培育，都是建设的地方。在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，台电会尽最大的努力去造福地方。三，好，动产准备，赞。好，右前方，右前方再一张，一二三。